陶芒雕刻家陈逢显分享他数十年的精心创作，纯男舞者的标舞剧场获得台新艺术大奖，引爆舞蹈界话题。影视导演王小弟畅谈他的新作《刺猬男孩》公式即将播出。年轻艺术家吴继聪荣获欧洲艺术大奖，展现新艺术家的风采。敬请锁定八月的公式艺文大道。